甲我上届亲爱的亲人做伙来宣布，我要参选市议员这个消息。大家拢知影讲，我是一个单亲妈妈。在我阿婿过往了后，我一个查甫人，抱着我的囡仔在过生活，非常的辛苦，嘛吃真济苦。我了解到社会有真济无公正、无公平，所以为着这妇孺同胞，莫让因甲我行同款的路。 我决定要站出来参选，名义代表。我嘛知影讲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，嘛是一个做家劳工、风险甲劳乱的工作。也毋过，我是不是一定要站出来？都备婚，都选，都备婚，都选，都选，都选，多谢大家的支持收听。今仔日我的同事啊，也就是天成建设的总经理张秀丽女士。 伊嘛站出来支持我，咱拢是妇女，查某人是不是一定要大摊家？大家要相挺对吧？对。我小姐啊，天成建设的董事长，因一向拢坚持无要甲建商共款哄抬价钱的原则。怎啊，拄当选好人好事的代表。 是阮党的传统，永远以民众的福利为优先。都备婚，都选，都备婚，都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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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仔开始开放记者发问。请问罗代表，你要参选市议员，请问你有什么愿景？我当然会以妇孺同胞的权益为优先，安尼并无表示讲我对其他的民众无重视。 多谢阮杂志社有这条消息，讲地检署有人按铃声告，告代表你，官说九九行管侵占国有土地的案件，唔知影你有什么想法？就以刚是三字周刊的江记者，江记者，拄只你所讲的话，我会保留法律追诉权。那我只不过是秉持着新闻人追求真相，要做到平衡报道的关键。 所以，我们才专刚来遮请问代表，是没有理解边线的机会啊。我今麦要对村民代表卢桂芬指控，以滥用特权关说，把九九行管的拆除案动了来，采取这款轻则骨头的行为，绝对袂用个纵容。 资料跟录音，董事长，拄只赖内底有资料。好，我马上发新闻。高定卡，我爱简讯。今麦都予大家听一下罗代表关说的内容，然后再搁请罗代表提出说明。董事长，我讲可能互你特别关心我，你嘛知影讲你的酒驾新冠，这个平台公文是我替你处理好的。 如果是你的九九新冠，或者是讲你要去八天的新冠，我一定会替你发底啊。请问罗代表，你有啥物要讲？罗代表，你是黑人员工，会晓？黑人员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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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人
人动作就无遮尔紧，你是超过以前对我是，这叫做司法不公啦。老大，我来行。
迄段录音。我唔知，呀，你对我讲咩？